那我们现在来中秋磕，不对，我要磕什么？大家好，我是喵哈，我们中秋节又要到了，第二届交换颗柚子的活动正式开始。那这一次的规则和上一次有一点点不太一样，这一次我们有定题目了。至于题目的方法，就是每个人各出一题再打乱让大家去抽，所以有机会是可以抽到自己的。我记得好像就有人很幸运他就抽到自己了，那至于是谁的话就请看我大概前面会做那个动画吧，大概吧，反正有做就有做，有没做就没做。好，那至于这一次的抽签结果，我的上一家是黑羽，然后我的下一家是哈记，所以跟上一次刚好颠倒过来了。上一次是哈记画图给我磕，这一次是我要画图给哈记磕。那我抽到的题目是脸歪掉的龙猫，好了，我觉得应该是画得出来了。我记得上一次哈记对我好像还好嘛，所以我应该也不用画太机车给他吧。可是脸歪掉的龙猫，我要怎么把它画得不机车呢？啊，还是跟上次一样，我先弄一个柚子底，然后我们再来想说要怎么办。柚子，柚子，柚子。好，我现在弄了一个柚子的底，那我用白色的好了，我们来磕一下说脸歪掉的龙猫哦。想想看，应该龙猫的半身就好了。既然是脸歪掉的话，那我身体先画正了，所以我先把那个轮廓给画出来好了。龙猫长什么样子啊？我记得它耳朵是尖尖的，对不对？应该是这样子吧。我记得它这里好像还有一些这个是叫什么倒逼的符号吗？好了好了，没有问题了。现在我们龙猫的形已经出来了。好，现在问题来了，我们要弄脸歪掉的部分。我觉得我上面画得太上面了，我要再往下拉一点。我记得龙猫它有一个鼻子，那鼻子我们把它画在这边。那鼻子旁边应该会有它的点点，然后再来它的眼睛，龙猫的眼睛长什么样子啊？总之画一个圆形的不会错吧？啊，另外一个眼睛长在这里，然后嘴巴，我记得它嘴巴很大一个，啊，那个点点不见了，没关系啊，待会再补一下。我画不下去了，我想帮他画一个舌头，哎，不知道这里会不会盖到，待会再修一下。Oh my god！ 我觉得这个磕的，没关系，是哈记就算了。不行，他好好笑。啊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喜欢龙猫的朋友请不要恨我，我抽到的题目就是脸歪掉的，我非常的忠实的呈现他脸歪了。刚刚的那个身体的符号我来修饰一下，应该这边这样的，好，我都往中擦掉好了，往下移一点。可以啦，看得出是龙猫对不对？特征都有出来啦，他的耳朵，迷人的笑容跟歪掉的眼睛，我记得他应该还是有胡子的对不对？我加一下胡子看看，有有有胡子有啊，另外两根长在这里啊，可以啦可以啦，哈没哈记没问题啦，我相信你多才多艺，一定刻得出这个脸歪掉的龙猫。那我就把我的画的图案交给哈记，然后大家期待一下他能不能刻出这个脸歪掉的龙猫。那至于我的上一家是黑羽，那他好像是要画兔子，这么简单的题目他应该不会画错吧。
但我们现在来磕柚子，然后我的上一家是黑羽，他抽到的题目是兔子。兔子这种题目不会画很糟糕了吧？这么简单的东西，那我们来看一下黑羽刚刚给我的纸，他画了什么东西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一般的兔子根本不是长这样子吗？你拿出去谁会讲是兔子啊？超奇怪的，哪一个是眼睛啊？黑色的那个还是红色的那一个？而且为什么身上有一大堆条纹啊？是斑点。好，那我现在先想办法把还原它的兔子到我的柚子上，那就先一样。我记得上次我好像画好后把肉拿出来涂就糊掉了，所以我先来把肉拿出来，再把图画上去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帮剥的柚子又是找外援，感谢黑羽帮忙协助剥柚子，但稍微有点破了，但是应该还好。我这边待会把它当成那个兔子的身体，那我先把图案画上去。好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我现在画的大概是这样子，可以啦，稍微有像吧，就长这样。好，那我现在就来磕。好，我现在把这只拿下来，然后来做细部的雕刻。哇，你画的可爱多了，真的，小妖怪。我不想刻那个条纹哦。不行，条纹是金属。我现在把那个柚子塞回去啊，这条纹地方我是有磕啦，但是待会灯罩明不明显，我们就来看一下点灯的结果吧。好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因为这一次的角比较多，所以刚刚塞进去有一点困难啦。那我们现在就已经完成了这个黑羽画的兔子角兔，那我要赶快洗掉，因为它里面已经烧起来了。你看里面我不知道有没有对焦到，里面已经烧起来了。那给大家看一下，这就是中秋节快乐啦，也就是这样子。时间没有很长啦，会烧起来，要失火了。我最讨厌这一步骤。我刚刚太近被他喷到，他的刀完全在这个桌上是保护色，好喷哦！这根本是杀人凶器。哇，你这个可以录成音效。对，好可怕哦，很难弄好不好？而且你即便送，这是你帮我弄开来的。好像是哎，这次是不是也是我在用？需要帮忙吗？要。哦，有哎，有哎，哎，你真的很会剥柚子哎。看我以前小时候旁边就有种柚子树，没有我讲讲的，有要拿出来。哇。汁的路径了，好恐怖、喔！喵哈，有没有看过《寄生兽》？不用了，谢谢。你是不是越画越困惑？对。我刚刚，我哎、欸，你知道我刚刚想说要收笔盖，就我拿着刀鞘要收笔盖。喂。刀片飞出去。刀片。哦，黑羽真的很讨厌，难割哎，我不白你。你看我在旁边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是因为看到你在旁边，很可爱哎，感觉可以出周边。嗯。你看观众那个评语一下，他说这可以出周边，有人会想要买的吗？想买的去黑羽的频道。大家想买。松掉了，他现在好容易。刚好容易就放进去。
用久会松啊。嗯，像我的就很容易松掉。你想哪去？你想哪去？我们大家很震惊。你刚刚没接，我的就很容易松掉，然后他就顿一下，千万不要这样。我的笔刀，可以。你的笔刀好，用久会松掉，好，很多东西用久都会松掉，哈哈哈哈，用久都会松掉，不止笔刀，没错，这边带一块大学生，所以我说会剪掉吗？在干嘛？是我一吹的，没有洗。我没有吹哦，他是多想吹蜡烛，我要来吹爆，不要吹爆别人啦、啊！这听起来哪里怪怪的？为什么这集好奇怪啊？还在吹，让他保护他，我也烧起来了。